给我看一下，快点！不，别看了，别看了，你看不到了，你看不到了，不卖了，不卖了，好不好？我的老天爷爷，四颗大洋绿色的，而且的话品质非常好，很干净啊。这个大，这个大，然后这两个的话稍微偏小一点。这个卖多少钱？金属好不好？我不多说好不好？我们是好朋友。好朋友的价钱？一不到位，25万。啊、你卖价呢？我不是说一个姐姐，四个一起，扎口闭口就20多啊！姐姐好，恭喜！亲亲票嘞？亲亲价好不好？啊，我亲亲价23.5万，全部一起，万事谈不谈？别给价，别给价，你听了，你脑里没有单价了？谈一下嘛，好不好？不，不用谈了。这时候品质确实很在线，那质量也很在线，68000全部。还要不？啊？不卖。不要听他们叫价，听我的还价。希望。不。行吗？不卖，不卖。可以谈一下的，弟弟。的不卖，可以的，不卖。打电话问一下，不用打电话，问一下，好好谈一下，好好谈一下，跟老板好好商量一下，这个东西差不多了，给价的都是真爱。你要不放弃我姐姐，老板希望可以的了。等一下，你的下面我问一下好不好？打电话问一下。你的下面我问一下好不好？哎呀，中国我很厉害的。等一下，哎，老板，先一颗的话才是一个价钱。老板，你那边可能到了，你那边可能到了，你给他中国话说一下，他中国话很厉害的。不要不理，不要睡觉，拜拜。他说可以了。不可以。他说可以了，先给你3万，再给你4万，明天。你送给我就可以，你可花给我。什么？不不不，什么？给他几个姐姐，姐姐不要了，不要不要不要。你不卖我生气了，我走了，你自己考虑。不要生气好不好？姐姐，可以了。哎，哪里走？他不卖给我，我走了。你不要走好不好？不要走的话，我心里面一定幸福吗？来抱抱你。好吧。喜欢瑞的视频，不要忘记要点赞、评论、加关注。我们下期视频再见，明天再给你四万 ，OK。